下一个景点呢，就是我们下一个景点就是我们的 Hamilton Garden。下一个景点就是 Hamilton Gardens。那这个花园很像之前的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就是你还有各种异国的花卉跟植物。那这个花园有点像是之前的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就是它会有异国不同的。那这个花园有一点像是之前的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就是它有异国各种不同的植物跟花卉一次做展出，所以就。这个花园有点像是之前的国际哦，这花园有点像是之前的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一样，就是它有一。这个花园跟之前的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很像，这个花园跟台北国际，这个花园跟之前的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非常接近，这个花园跟。这个花园跟之前的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很像，就是这个花园跟这个花园跟台这个花园跟之前的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还蛮像的，就是有各国不同的花卉跟植物，而且那边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动物，真的是还蛮棒的，所以我给它4颗星。